不是，你怎么会认识王医师啊？Bruce只是我的朋友。你看，他可以把甜甜做成艺术品，现在甜甜超有成，这是个天才。Bruce Lee，怎么了？小气耶。其实我这次回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如正清灵、谭氏登森联合献映。